竞赛跑道上，待会要登场进行的是国女100公尺的决赛。在春季杯100公尺获得第二名，大同高中陈胜雅，以及春季杯冠军代表高雄国中出赛周欣彤，还有在港都杯获得第二名，沙鹿国中杨梅梅，以及青年杯获得第三名，海星高中陈伟香。还有呢，在去年这个项目拿下冠军，代表竹县成功国中出赛戴瑞珍，都顺利了进入了此次的决赛。在准决赛的时候，代表宜昌国中的田彩璇，去年这个项目拿下第七名，跑出12秒17，目前暂居第三。占据第二的是港都杯第二名的代表沙鹿国中出赛的杨梅梅，准决赛跑出11秒90，占据第二。占据领先的就是在去年这个项目的金牌成功国中戴瑞珍，占据领先。国女100公尺决赛到此介绍。第一道台东东海国中方念之，第二道新北市光荣国中周欣彤，第三道花莲宜昌国中严彩璇，第四道竹县成功国中戴瑞珍，第五道中市沙鹿国中杨梅梅，第六道花县海星高中陈伟香，第七道新北市光荣国中李科凡，第八道北市大同高中陈顺雅。大队记录是由新北市新丰国中郑心莹所保持的11秒81。他现在成绩他已经招完了，前五个跑完了吗？